看啥？你们两个是一国的。嗯，哎呀。小乖也在呀。那什么？哎呀。嗯。小乖在修车子啊，哦，哦，卓峰也在看修车子。你看小乖在修理车子。好意思，你去破坏阿公的椅子了。被恭喜了。可以弄坏了。哇，坏掉了。哇，小乖弄坏椅子了。小乖开车，啊，无去青年公园啦。青年公园。那安点。你讲阿爸迄个啊？嘿啊。阿爸迄个青年公园。对啊。苏三路宾馆迄个青年公园啊。我家一样的歌。好，明年恁若大，一人买一台车，就过来就无这个问题啊。Thank you.